礼拜五就是第五次场跟新达场，礼拜五的新达场就交给我。我弟应该开播了。我们信奉讲礼拜讲要讲要拜，是讲讲无讲无一定。你的收视量起来啦。礼拜啊，礼拜无起啊就无拜啊嘛。伊讲爱看拜人的今年。拜人是啊。可是礼拜是，礼拜无拜都无。拜人才会说啊，拜人说啊。但是我讲，礼拜无拜都怕生的啊。哦，伊即摆礼拜拢做，你讲礼拜做，礼拜今礼拜无无咩人，无电话，无在真，差点分开啦。有啲情況不同，同那種做啊。微信啊，冇少人咧拜，用多嘅咪嚟啊。係啊。係啊。有啊。有啲人已經打。收開 OK， 收啦。已經開了，對啊，知道。我看人數就知道，看你們聊天的頻率就知道。這樣我會比較輕鬆。最近好像很热哦，豆叔最近很沉迷哦，在哪里打？我把我两百里，江。
五百五。不黑啊？黑啊，嗯，他就要办。哎呀，给你搞起来就自己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啊。右边那位大哥，那个电刀剑用药袋，但是里面很多的药袋装起。我就要死，我就跑起来，看看，没有，我没有掉，没有，包括的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我先别过来，阿姨。再见。好。这是偷渡吗？偷渡就是，三零五八年，老黑老水，老黑。哦，我不要偷渡。为啥嘛？哦，好啊。对啊。偷渡小姐，一千五百，你看这，我这就。还偷渡几天？现在啦。现在啊。哎呀，现在。我看是更贵了。哎呀，差不多了。三百多的。五百。哦。哦，够，很老哎。哦，阿姐人阿咧，阿咧老公，一个三百块，一个大姐，一个大姐姐是健康最好，最焦的，对，今仔今仔买啦，今仔买啦，三百块块，差一点钱。哦，小人妞姐呗，三百，一个大姐个是啥？差不多好啦，一种的哦，差不多拍算，这杯两百五了吧？两百，两百好啦，两百嘞，两百就一斤外去啦，一百块就一斤外去啦，是啊。哈哈哈哈哈。两头都见，你现在好用啊！哦，很漂亮。我这只都大只呢。对啊。对对对。这只大只呢？靠，这只无错。我还好啊。我啊。啊。包三百多，我买了。包多少？包多少？包多少？就看贵，看啥样包多少？八。三百。三百。嗯。行哦。谁要跟我卖啊？我要不要跟你啊？不晓得啊。我今天我吧。我很简单啊，两只手机就好了。老板来。来点快点。是。啊，谢谢我们了呗。快办呀！快办。快办。哎。本星期日入场有卖吗？我现在还没确定呢，因为礼拜日好像一次休息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办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卖。通常是不会放弃啊，因为你没卖的话，别人卖的话，你就钱就被人家别人赚走了。哦，应该是会卖啦。哎，你讲鲑鱼啊？对。鲑，对，鲑鱼。哦，谢谢我爸。我谢谢我爸。鲑鱼同样你好，表伯啊。同样你好。啊，你这几包啊？我爸。哦。这三百一包，总计几包？对哦，老金两个，几个嘞？我是今天刚刚包两只鸡来，三百六了，三百块钱，三百，三百两。哇，这人多好啊！两百块呀，两百六。几能几能三？哎，两百嘞。我都没啊，三百八。这牛肉毛病哦，毛病，慢，自动趁钱就吃了，自动卖动了。包不完了，直接来，包下来，
就这种菜有来看，今年这个多来多来多来，好菜多来多来来，今天我再来炒来，天仙不在不见，天仙不在，我啊我啊，来不？我把你刚刚我是小，因为。今天办的啊。
包咧。哎呦，今帅哥奈无来。我们这个年纪还来，我们俩现在三百六。
来，我现在讲，讲那么多，再讲。